欢迎收看109年11月2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市区人口外移严重，议员建议增加公共建设，包括中央公园改建为共融式的特色公园，旧市议会改建为国民运动中心。陈市长答询时表示，将进行评估和整体规划。古岩国小少棒队近年来常面临招不到球员的窘境，学校推出不收取队费和学童不住校的策略，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愿意打球的学生加入。因应文创休闲潮流，书店也走复合式经营，博二艺术特区就有一家书店，阅览空间只有微弱的灯光，充满探索的神秘感，却让去过的人印象深刻，并且去过还想再去。首先来看到市议会的总质询，市区人口外移严重，市议员黄文义在议会总质询时建议增加公共建设以吸引人口移入，包括中央公园改建为共融式的特色公园，旧市议会改建为国民运动中心。而市长陈其迈答询时表示，将成立土地活化小组进行评估和整体规划。前金新兴林雅虽然为市区中心，但近几年人口外移严重。市议员黄文义认为和公共建设有关，建议利用区内的空间进行活化，像是中央公园改建为共融式的特色公园，旧市议会改建为国民运动中心，不应只开发为商业用途，却无法把人留下来。那这个是大型特色公园，可能要好几千万的一个建设经费。那这个下去之后，会让整个区域的整个生活品质会提升。我认为这样会有效的让整个人口再进来。市长陈其迈答询时表示，这些区域内有些是受限于地目的关系，以及建物可能列为历史建筑等，市府将会成立土地活化小组进行评估和整体规划。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里能够更活化的运用哈？因为商业区其实它开发强度都可以相对来讲会比较高，所以政策工具理论上应该是要比较可以更灵活的来做一些规划，所以我会把不同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模式来做一个好好的讨论。另外，针对幸福川整治的部分，黄议员要求市府要继续往上游清疏，避免上游的脏污被大雨冲刷下来。陈市长答询时允诺会在明年汛期前完成。陈其迈市府应该要把整段后面的2.4公里这个部分，把它具体把它一次清淤完毕，那这样整个幸福川就可以干净很久。干燥的季节，较无落雨雨季的时阵，就变作讲有哪些水会变色哦，即变作讲这个水质的影响到会较遮一寡水质哦，所以应该是要全流域来治理啦哈。河川的上下游连成一气，息息相关，唯有一气呵成，完成整治，阻断所有污染源，河川才能够保持干净，居民也才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品质。记者吴秉源、赖昌邦，高雄报道。今年的香蕉价格惨跌，市议员朱信强在议会总质询时要求市府开拓超商等多元的销售管道，避免价格落差，农民无法真正获益。另外，市议员高敏玲也针对了桥头科学园区，要求市府加紧开发的进度，不要受限环评而影响后续开发作业。市议员朱信强在议会质询时指出，今年的香蕉价格最高只有来到1公斤17元，大约6到8条香蕉，但超商卖的香蕉一条就要20元。议员要求市府正视产销价格落差的问题。所有的企业它是有它的一个成本计算的方式不过它差异性差到价格差这么高了，到会连人想说在中间到底是谁剥削了这些从产地到超市？这中间的成本有真的是这么高吗？市长陈其迈答询时表示，超商贩售水果成为都市里新的销售管道，市府将会大力推广超商通路，也希望以产地直销的方式让价格趋于合理。当然有进入几间，我市场出面，甲这相关的通路商，即卖已经在讲了，我相信讲无偌久有好消息。所以你花一个时间，我把这个通路做好。另外，桥头科学园区在市府努力之下，开发期程缩短3年。市议员高敏玲忧心二阶环评会影响开发进度。陈市长答询时表示，环评和区段征收以及招商会同步进行。那顺利通过之后，还要陆陆续续包括土地的区段征收，一直到土地的取得，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当环评程序完，那区段征收的作业马上就可以接续完成。
那我们就会让厂商进来先选地，对大家建好后。桥头科学园区关系到高雄产业转型，许多厂商都有意进驻，市府团队将紧盯进度，让园区顺利开发完成。记者吴秉源、赖昌邦高雄报道。三民区龙江街旁的一段水沟内突出了一块水泥，缩窄了水沟的宽度，只要一下雨就会严重淹水。不但如此，还造成了环保人员无法进行清淤，避霉蚊也容易滋生。市议员林宇凯就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将水沟翻修，改善当地的排水问题。打开水沟盖一看，这条水沟能够排水的宽度竟然只剩一半。不仅如此，水沟内还淤积了许多尘土。再往前走几步，同一条水沟的另一边竟然是积水现象，经过扰动还飞起许多蚊虫。周边住户更纷纷表示，只要下雨，这边就会因为排水不良而有淹水现象。哎，这个一路吼，拢会积水啦，啊，水拢透袂离啦，啊，即摆那要清水沟啊吼。三民区龙江街旁的一段水沟内突出一块水泥，缩窄了水沟宽度，不仅影响排水功能，就连环保局人员也无法进行清淤。旁边正好有个红土网球场，而场内的红土也都会飞散流失到水沟内，造成厚厚的淤积。这样的状况让当地里长相当苦恼，希望市府单位能够协助改善。本来水沟差不多有30公分，结果我们打开一看哦。剩下15公分呐、剩下15公分的话，排水系统受阻。第二就是环保局清洁队也不能清理，再加上我们旁边有这运动发展局有一个红土的那个网球场，每到下大雨，那个红土就会流出来，然后那个红土往外流的话，然后就下了水沟，下了水沟就淤积嘛，日积月累，就造成水沟差不多都会止塞。是我们有跟水利局在市政咨询的时候有提过，我说这条沟其实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沟盖设计让清洁工具没办法下去，第二个是它在做卸坡的坡度的时候，这个高层没有设计好，所以导致说它的水没有办法流动。像最近又有下雨完之后，它的刚刚的积水深度大概这么深，这个都是代表说已经下过雨好几天水都没退嘛。那水没退，它会接下来造成什么结果？就是病媒蚊滋生。那尤其这边已经靠近高一，又是一个人口密集区，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赶快处理。市议员林宇凯收到里长的陈情，也多次前往了解状况，提到因为设计不良而造成积水，容易滋生病媒蚊，增加登革热疫情发生的风险。未来将会请相关单位尽快做改善，维护里民的生活品质。记者金宪忠、潘文玉高雄报道。再来关心的是长期投入社会公益，目前职务是高雄市天爱慈善协会理事长的林尚伟，现在又多了一个职称是高雄市政府顾问。林尚伟表示，感谢市府给他这个机会之外，也会持续建议市府在弱势关怀事务上共同携手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本身是社团法人高雄市天爱慈善协会理事长的林尚伟，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已经超过8年，在服务弱势民众上更是常常动员志工团体亲力亲为，将每份得来不易的爱心物资转赠给需要帮助的民众。近日更获得高雄市政府聘任为市府顾问，而这份得来不易的荣耀，林尚伟除了将以平常心看待，也会更加努力扩大自己的公益服务范围。接到这个市政府的聘请，这个市政府的顾问，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让我们做的事情会更方便啊，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啊。其实你说有压力吗？其实就平常心，只是说我们的出发点还是重心还放在我们的慈善协会跟食物银行这边。因为是利用自己事业上的弹性时间，可以来积极投入阿福食物银行及天爱慈善协会等公益事务，但是现在又加上担任高雄市政府顾问一职，如何腾出时间来给政府市政上的建议，会不会更加压缩到个人时间上的管控？是不会，因为我还是应该都会挪出来，因为毕竟有接受这个职务的话，我们还是以这个职务为优先，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当然也能借着说这个职位的话，能尽量来推展这个食物银行跟我们协会，尽量把它推广出去，这样。林尚伟理事长一心念之在之的是，
隐藏在社会角落中的弱势族群，他除了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给他这次机会外，也会将食物银行分享的理念带给市长了解，进一步推广到各个企业层面，帮助关怀弱势上也就能更加彻底的执行。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为了给热心服务的公车驾驶长更多的鼓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即日起推出109年模范公车驾驶长选拔活动，邀请民众搭乘公车时，利用 APP 对执勤的公车驾驶长进行今日搭乘评价，让服务认真的公车驾驶长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肯定。谢谢有你，高雄更美，让我们一起为公车驾驶长加油。为了要让民众在109年模范公车驾驶长选拔活动中投下神圣的一票，市长陈其迈也化身乘客搭乘即示范演出，邀请民众搭乘公车时利用高雄 iBus 公车动态 APP 对执勤的公车驾驶长进行今日搭乘评价鼓励，让服务认真的公车驾驶长获得更多支持与肯定。为了让我们搭公车的乘客跟我们所有的驾驶长都有一个良性的互动，也让我们驾驶长可以来提升他的服务品质，我们今年也比照往年都有办一个模范驾驶长的选拔活动。今年特别，我们市长也为了鼓励我们的这些公车驾驶长，也拍了一个短片，希望说针对公车驾驶长，希望大家多给驾驶长鼓励，也可以来鼓励大家来搭公车。为了提升高雄市公车服务品质，交通局除了加强优化公车路网之外，更持续办理公车驾驶长服务表扬、职能教育训练、精进公车动态系统与办理公车服务品质评鉴，希望透过智慧化及各项管理制度，提供民众便捷又友善的接驳服务。我们的公车动态系统也一直在更新我们的功能，还有提升它的准确度，透过智慧化还有整体的管理化的提升，提供民众便捷安全的公车服务。为了鼓励公车驾驶长提供更贴心细致的乘车服务，交通局将持续办理公车驾驶长的选拔活动，今年也希望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投票活动，而下车时也记得给公车驾驶长一个口头鼓励。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手作课程可以延缓长辈老化，在新兴区德生里就有一个真美好学堂，为长辈安排了粘土课程，透过手脑并用延缓失智。课程中更有银发夫妻一同参与，展现幸福的银发生活。揉一揉，搓一搓，课程老师细心的指导长辈用色彩缤纷的粘土制作成装饰品。中间切一半，好，再切旁边的小叶脉。很困难呢，要很细心，尤其那个手都不听你的脑筋。虽然这群长辈可能眼睛已经看不清楚，手也没有那么灵活有力，但他们还是乐于参与这样的手作课程。更有银发夫妻携手参加，让学员们都笑称他们是班上最恩爱的幸福班队。所以你们都一起过来吗？当然啦、啊，当然一起过来呀、啊。班队都要一起过来呀、啊！而里长也时常到课程中关心学员，与大家玩成一片，增添不少欢乐气氛。大家有欢喜吗？哇！啊，大家有健康吗？哇！像我们的志工来就关心，你今仔哎有食药无？啊，你今仔尿血啊无？我哋个尿啊，安尼啊，所以感觉凭因的囝儿孙啊，更加关心伊。也就爱来家。里长表示，在里内老老照顾已经是常态，能够看见长辈们乐于参与课程，感到相当开心。而台湾已走向高龄化社会，希望透过关怀据点的投入及照顾，让长者能够在地老化，过着轻松愉快的银发生活。记者潘文玉高雄报道。古岩国小少棒队是高雄市老牌的少棒劲旅，但也不敌少子化及同区学校也成立棒球队的影响。近几年常面临招不到球员的窘境，学校因此推出不收取队费以及学童不住校的策略，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有意愿打球的学生加入。
脚尖内缩，膝盖微弯，重心放低，直视前方投手，打击手挥棒出击。古岩国小的少棒球员架势十足，历史悠久的古岩国小少棒队培育出不少职棒好手，像是黄平洋、郭建成、刘志升等。近几年来受到少子化与同区学校成立棒球队的影响，面临招不到球员的窘境。古岩国小其实跟所有的学校一样，现在都面临少子化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具体的策略在于我们先扩大我们整个这个国小端幼儿园端的这个入学，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从中间吸引到对棒球有兴趣的孩子。那我们本校呢是透过包括我们也没有收取队费，那我们提倡应该孩子应该要充分的享受他家庭的这个天伦之乐，所以我们也没有住宿的服务。为主就部落的古岩国小棒球队虽然是高雄市传统少棒劲旅，但是不敌大环境的变化，目前全队球员只剩下16人。学校推出不收取队费以及学童不住校策略，除了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外，教练也因为球员较少的原因可以做较为集中的训练。我们是属于那个小班制的精英化管理，对，所以我们在学生来我们学校 就读打球的时候，其实在课业方面的照顾，包括说训练上的照顾，其实都非常健全。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棒球队的设备跟一些设施其实都非常完善。因为我小时候我哥哥加入棒球队啊，然后我爸爸放学的时候都会带我来看我哥哥打棒球，然后我爸爸就问我说要不要也参加，然后之后就参加，然后就从2年级打到现在。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家人都带我去玩耍，就是打球，然后让我喜欢这个运动。5、6年前，古岩少棒全队球员还有60多人，现在少棒正式成员才16人，10位见习成员，兵员大大缩减。目前学校开放礼拜三以及礼拜五的下午，让喜爱棒球的外校学生来做体验，也推出不收取队费等策略，希望能让老牌少棒劲旅继续写下历史。记者金宪忠、郑志源高雄报道。一般的书店大多是灯光明亮，方便选书买书。不过博尔艺术特区就有一家书店，阅览的空间只有微弱的灯光，充满了探索的神秘感，让去过的人印象深刻。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有一间相当具特色的书店，一走进入口处，不规则堆叠着销售排行前10名的书籍，只是这个布置有一点像雅致的灵堂。业者说，这是要提醒顾客阅读需要带着沉静的心。觉得很特别，就是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摆设，然后就也有被这个摆设吸引。这边就是像这个告别式的这个场所，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来到这边我们可以来到无关实验书院，大家可以抛掉自己的社会的给你的一个形象的包袱，然后进去就是勇敢的做自己。所以我们里面选的书籍都是比较贴近心灵，然后比较内心自我探索的一些话题类的书籍。通过入口玄关，阅读书籍的空间顿时一片黑暗，大约需要5分钟，眼睛才可以适应像烛光般的照明。虽然有一些奇怪，却也觉得氛围与众不同。书架上陈列的书籍80%都没有封套，让顾客可以自由翻阅，看到喜欢的书也可以在消费区内慢慢品读，如果只是看看，则在站立的区域随手阅读。我们当初诉求的不是一个黑色或是黑暗的书店，我们当时是只是想要把书店的空间的边际消失掉，看不到空间，看不到其他的人，只有眼里只有书本跟商品，那想要用这样子的特殊的环境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体验。阅读可以培养心灵的沉淀，也是一项自在的休闲，而书店以幽静来营造空间却是非常少见，不仅成为一大特色，也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记者金宪忠高雄报道。苓雅区林静里有一家小吃店，没有豪华的料理和精致的装潢，而是充满浓浓的50、60年代回忆风味，甚至还成为婚纱摄影的热门地点。透过镜头跟着林静里的里长脚步一起去看看。
在苓雅区林静里的巷弄间，有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新郎新娘的造型在复古背景的衬托下特别显得有氛围，而画面构成的主题就在于摄影师的铺陈。至于为什么选这间店家来作为婚纱取景的地点，新人们表示有别于风景拍摄的概念，想搭配服饰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这边就不同于风景 的地方，所以说就是刚好搭配这个衣服会有就是蛮符合的感觉。那摄影师也蛮建议你拍在这地方拍摄的。选得很好啊。选得很好。对。也很期待说拍出来的婚纱照。当然当然期待。是的。今天的巷弄美食，港都新闻记者要带您到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苓雅区的林静里。那林静里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呢？还是我们要请到我们林静里里长啊，来跟我们说明一下。那今天的里长是要带我们到哪里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这有一间三四十栋的老店，即卖又做转型啊。这间店哦，不但伊店有伊的故事，伊主人哦，那有伊的故事，嘿，咱来甲参观下。三十多年了哦，这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嘛是算店嘛算这老的呢，敢袂讲这破旧呀？是安怎？没，咱看就知影。啊，看就知影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跟着里长脚步进去看看吧，走。一进到店里，满满五六零年代的物品呈现在眼前，也占满店内空间，有着拨盘式电话和多台旧式裁缝机所改造的餐桌。记者还发现脚踏式风琴，那是五零年代小学音乐课所必备的教学用具。抢眼的布置风格让记者一时寄养，也了解店家卖的不是豪华餐点，而是一种复古与传承的氛围。这几年来妈妈身体不好啦，家良为着要回来顾妈妈，所以伊就把伊较早摄影店的工作辞掉，啊，就回来专心来顾妈妈。啊，一方面啊，要延续这间店的迄种生命啦。原本只是先去收藏这些东西，然后因为后来我妈年纪也大了啊，然后我想说也不能这样一直工作，因为我爸和我哥都走了嘛，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回来多一点时间陪他。小时候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开一间咖啡厅啊，所以咖啡厅里面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从小时候开始很注意一些东西啊，就去把它收起来。本身也是专业摄影工作者，老板盛家良为了就近照顾年迈的母亲，直接将店铺开在自家角落，圆了自己的开店梦想，也让到访的消费者和邻里有个小小空间来回忆过去的美好岁月。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2度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度到29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0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阴有雨，气温18度到28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高雄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专属高雄人的频道，高雄都会台。我对细汉就是惯伫餐饮做事。